咁今日咧，我哋聚首一堂啊，咁我哋就會玩一個遊戲，我哋咧會玩誰是反應王，係啦，咁大家咧記得 like 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啦。好啦，咁我哋咧睇下今日咧，哇，我哋都有型男淑女喺度喎，我哋睇下介紹下自己先啦，各位嘉賓女仔先啦。OK，Hello 大家好，我叫 Amy， 小寶 ，A Cat， 我哋係 Media。係啦，咁我有得噶，我係 Water。Hello， 大家好，我係 Jerry 啊。咁我哋嘅隊名係萬幾下。咁我哋咧即刻睇一睇遊戲規則先啦。誰是反應王遊戲規則？遊戲分三個環節，每回合採用三盤兩勝制，輸咗就換人，直至全組輸曬。三個環節輸得最多鍋組要接受大懲罰。第一 part 咧就會玩呢個是非題嘅，發問者咧就會有一條問題問大家啦，大家咧就要鬥快，圓圈同埋交叉係啱定錯。第一題嚇，五乘六等於四十五。唔好問數字啊！我數字死啊！其實我答錯咗。五乘六啊，係喎，五乘三十喎。蝸牛係世界上最多牙齒嘅動物。有牙噶嘛？蝸牛最多的。有牙嘅咩？最多噶。下一題，可樂原本係藥用。一分。北極熊嘅皮膚係黑色嘅。中秋節係每年嘅農曆七月十四。蝙蝠是哺乳類動物。女校男生是 Mira 主唱。卡拉 OK 源自日本。世界上體積最大的動物是藍鯨。我們輸了，接下來我們會玩顏色，出題人就會出一個牌子或者一樣的物件，大家就要鬥快認到哪一樣顏色。超音鼠、紅蘿蔔。 Jerry， 你記得小心點回家櫃裡。豬。雞仔，雞仔，你見過啲咩雞係慘的？菠蘿，嚇、啊，哦，好嘅，新界的士，新界的士。咖啡貓，小丑魚，阿拉丁入面只精靈，你老真神文嘅，冇錯，我係衰，傻炮，海綿寶寶，海綿水寶啊，西蘭花。史力加，哎呦，我唔記得咗啦，已經藍色噶，史力加係綠色加，綠色加，史力仔同史力加兩樣，史力仔派大星，黃色，黃色啊，咩咩派大星喎，派大星啊，黃色噶，派大星係粉紅色，咩派大星啊 ？Hello， it's me。喂，跟住落嚟玩嘢咧，就係打包剪揼你一鑊，喂。猜包剪揼啦，咁贏咗咧就揾個水樽駁落對方嗰個，咁另外一邊咧就要擋啦。好，準備好未？擋啊！你自跳咗線啦！包剪揼。喂喂喂喂！嗱，第一我想講嘅，閃開曬，佢兩包攞曬都算啦，佢幫佢有住喎。收
跟住又聽咗五咯。聽會十。聽會五啊。聽會十。你唔夠反應我哋而家，冇得反應啦！我唔記得咗係我。包剪十。勝出者就是我們慢半拍耶、慢了半拍好、多謝謝謝輸家我們接受大懲罰我們馬上進入大懲罰時間紅色的阿鋪是會講廣東話、YouTube 最多觀看次數的歌曲片是 Baby Shark 英國威廉王子是有兩個小朋友錯了、他是有三個小朋友的日本人在平安夜、聖誕節的時候呢是會吃炸雞慶祝的是笑死不是不是不是反應有冇十五十？你唔好教佢猜啊！聽會十十咩？聽住咯，聽住，開曬。畫面涉及暴力鏡頭及不雅動作，敬請留意。仔啊！你打我！安神路，粉紅色邊個嚟㗎？粉紅色啊！點解你做乜嘢啫？玩咁樣啫？點解粉紅色？因為我完全係粉紅色教主啊 ！OK OK OK， 咁樣㗎嘛，成日都對唔住對唔住，唔好意思，我冇罵佢啊！對唔住對唔住對唔住啲 fans。三色豆。呢條友係亂嚟，三色啊！呢個一定唔係藍色啊！我記得。攬咗先，攬住手先，咪先。我哋交換啦。我會俾小妹，因為小妹第一個攞齊三隻顏色嘅。你知咩係三色豆嗎？我唔知啊。聰明豆咯。我以為你咁樣周炒，聰明豆嚟咯。